是那个每天带着三个孩子练习武术的，平时也在我们村里的孩子练。三个孩子之前体质比较弱，尤其老三，他从小老是生病。练武术的运动不但是可以锻炼孩子一个磨练意志、坚持，从小有吃苦耐劳的精神，还可以把身体搞好。我叫刘一婷，我今年13岁了。这是我的妹妹，她叫刘一点，她今年11岁了。这是我的弟弟，他叫刘一行，他今年8岁半。我们练武术练了4-5年。练武苦不苦？很苦。我们练武虽然很苦，但是我们苦中有乐，让我们的身体变得很健康，也磨练了我们的意志。我叫安妮，我今年9岁了，我来自法国巴黎，我来这里3天了，要是有机会我还会再来，带上我妈妈和我弟弟一起来。来到这边是他今生童年的一个难忘的一个记忆。我从小也比较热爱武术，我们中国武术也是几千年历史了，是吧？然后我女儿特别喜欢，从3岁就开始学。因为未曾学艺先学礼，未曾习武先习德，三个孩子德行就把我尊老爱幼的这块，和我还有村里的孩子这边做的也都非常好了。我的最大梦想就希望能开一个大一点的武校吧，能带动全国各地喜欢武术的朋友都可以到我这里面来练练武术，